那將向法師一問信。大家請坐。喂，大家請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八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阿彌陀佛，啊，大家放掌下。今日咧就係講呢個佛門嗰個禮儀一個簡介俾大家聽下。咁因為咧，我有放一啲圖片俾大家嘅。因為一陣解釋嗰陣時候，我會放呢啲圖片，可能你哋有好多人都會認識，但係可能有啲咧未認識嘅，所以我哋俾啲耐心去認識一下佛教一啲寺院一啲嘅規格啊，嗬。咁嗱，我哋學佛嘅行義咧就有話，各有各法啦，家有家規啦。咁我哋學佛一樣，亦都有學佛嘅人一定嗰個威儀同埋我哋嘅規矩啊。喺呢個行儀，我哋稱為叫做威儀啦，就係行為嗰個規則或者例行嗰個禮儀嘅作法。咁喺學佛行儀裡面咧，淨係督導我哋走上呢個菩提嘅道路一個我哋點樣去走向呢個菩提嘅道路咧？就係話，不管我哋其中嗰、那個那個規章啊，或者個約定有幾多，或者呢啲都係保護咗我哋嘅，係引導我哋乜嘢係叫做律己咧？敬人呢啲都係一種嘅行為嘅規範嚟嘅，咁亦都係發揮喺呢、這個。人性同埋培育呢個人格嗰個一個展現嚟嘅，喺我哋嘅社會生活之中，由於我哋嘅風俗習慣而形成好多嘅行為嘅準則。咁點解喺呢個道德嗰個規範同埋各種嘅禮儀咧，我哋咧就稱佢叫做禮儀啦。咁喺儒家裡面，佢又講佢話誠於中，形於外。在良好的個禮儀和這個氣質是象徵了我們個人一個涵養，又能夠讓我們人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印象，好像如沐春風一樣。以這個佛法來說，我們注重了這個威儀和這個誓行，是我們在修行那個最初一個踏向的路來的。咁有一首偈，佢有講，佢話：舉佛音聲萬水流，眾經行道雁行遊，合掌當空如捧水，立心頂上似安遊。就係話從我哋日常嗰個舉止之中，我哋觀照我哋嘅自心，我哋要收攝我哋嘅心念。就是能夠體會到在修行是不離開我們的生活的，在這個生活就是我們的修行。所以六祖大師他曾經說過，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道覺。一般說到佛法，總是覺得是佛法是出世的，但是對於現實世間是沒有大的作用。殊不知這些我們完全都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來的。實際上佛法是源於那個原來呢，就是存在在我們這個世間，那完全是不離開這個世間去求取我們的正覺。
亦唔係係要另外去求取呢個世間嘅佛法。若果離開呢個世間去尋覓呢個菩提個覺咧，就好似乜嘢咧？好似一隻白兔仔頭上揾佢個角，其實白兔仔係冇到角噶嘛，佢只不過係有兩隻耳朵嘅啫，係咪啊？咁就話佛法唔係神秘嘅，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之中，我哋待人接物都能夠以一個平直嘅心。我哋學佛嘅第一步就係呢個從呢個菩薩行開始。咁菩薩係由人嗰個本位開始嘅，咁菩薩行者咧係話我哋見人，我哋需要自己咧降低自己一級，我哋要謙虛、恭敬同埋有呢、這個儀態同埋端莊。對於出家嘅法師，我哋當出自於內心嘅一種嘅禮敬，所以我哋要信佛、要學佛，我哋要競爭。呢啲就係三寶嗰個萬世明燈啦。喺《中庸》裏面，我哋有講，佢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我哋中國自古以來就係重視呢、這個禮。咁呢個禮儀係對人嘅，威儀咧係屬於自律嘅嚇。咁佢係能夠提升我哋人嗰個品質。我哋係從外而到內，又由內而行於外，所以能夠內外合一。內呢，我們就叫做心儀；外呢，就叫做身儀。這個儀是儀態的儀。那心儀是什麼呢？就是說以這個慚愧的心來看自己，以這個慈悲的心呢去對人，對任何人都要有這個謙虛有禮，不跟人對立，有感恩的人就不會跟人對立。如果我們在心中有這個物，我們不單止是障礙自己，也都是障礙了他人的。我們應該要時時這樣去站在人家的立場來設想，我們希望人家的觀念性格改變，首先我們要反求自己先。我們要改變了我們自己，只要自己的心轉變了，對方就是能夠成就自己的人。第二種就是說我們要尊上謙下，我們見人要自己低一級。這件事是不容易做的，因為人的自我是很重要的。我們將每一個人都當成一位菩薩咁樣看待，咁人嘅才能啦、這個觀念啦、這個智能啦係有唔同，但係喺個道心能夠消融人我之間嗰個分別，彼此係取長補短，互相合作。我哋相信自己有所不足，需要彼此互相去做一個互為一個助緣，咁呢啲先能夠尊重自己，亦都係尊重他人啦。第三就係話，我哋能夠消融我哋嘅自我，唔好自己自我膨脹，同埋固執自己嘅意見。我哋要伸張咗自己，就要離開呢個佛嘅本懷，佛心係無我嘅。我們要學佛陀那個慈悲和智慧，慈悲就是沒有敵人的，智慧就有智慧，我們就不會有這個煩惱了。第四就是說我們不批評、不計較，我們互相去關懷、互相幫助，先要知道這個知恩報恩。我們要利人就是利自己，我們盡心盡力，不爭你我是有多少，那這些呢就是一種佛陀教導我們要這個慈悲和這個智慧了。那第五點就是說，我們不談論是非，亦不傳這個謠言，不聽信這個謠言，
我哋应该要利用我哋嘅时间去学佛、去修行、护法呢啲道场同埋道场之间嘅是非，我哋都唔谈论；人与人之间嘅是非，我哋亦都唔谈论。自己同自己冇相干嘅事，我哋亦都唔好去谈论。就算啊，呢啲团体之间发生咩事情，我哋都唔去谈论。咁样咧，我哋就会对人对事都会好噶。咁就算啊，我哋平时我哋仲有我哋人之间咧，就系、是、互相之间咧，可能会成日会计较之前发生咩事。咁呢啲我哋亦都唔好去再去计较。咁屋企嘅事咧，同人哋冇关系，我哋亦都唔需要讲。咁时时我哋个心都有一个发起，我哋念念都唔离开呢个喜悦。目前有发生家庭嘅困难，或者事业嘅困难，或者我哋喺呢个心理上嘅矛盾，或者喺呢个身体方面嘅问题，我哋都可以讲下。但系我哋系出于呢个互相嘅关怀，咁用法法嚟鼓励或者安慰或者系劝勉，但系我哋最好唔好涉及一啲关于法律啊、金钱啊、政治啊。为咗我哋要讲中呢个福田啊，我哋系唔需要怕人哋嘅怨同埋即系我哋做咩事都唔怕人哋任劳任怨啊吓。咁第六咧就系话，我哋将呢个佛法嘅理念话俾人哋听。嗱，初次同人哋见面就希望最好唔好话同人哋捐助几多钱啊，因为我哋学佛人好多系你哋好发心作为一个寺院嘅供养啊。但系如果我哋想劝朋友啊信佛咧，千祈唔好第一步就啊，你某某寺院拜佛啦，要捐助啊，要供养。因为其实你哋是发了一个内心一种的敬重，但是可能你的朋友听了之后，哇乜你信佛信成这样的，那呢就最好不好了。那我们呢就是学到佛之后呢，就以这个佛法去利益人家，讲一些人家不明白的而自己懂的佛法，还有呢有時又講一啲關於呢、這個因果嘅觀念俾大家聽，咁大家互相嘅鼓勵，令到人哋受咗呢個益處嚇。嗱、啊，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哋能夠將佛法嗰個原則掌握住，呢、這個就係叫做得道。咁我哋能够提升人嘅品质咧，就系建设咗呢个人间嘅正道。咁布施嘅人系有福，而行善嘅人咧亦得到快乐。呢个咧就系指呢个心仪啦。咁另一个咧就叫做身仪啦。身仪里面咧就系有两点嘅，就系话我哋嘅仪容就学观世音菩萨嘅慈爱同埋呢个祥和，咁先能够由我哋个面孔里面咧，系呢个表情里面学习开始嘅。例如我哋嘅眼睛啦、面部啦，我哋要放松。咁我哋要带一啲笑容，同时我哋嘅心里面咧，要观想人人都好似观世音菩萨嘅化身。点解我哋要好似观世音菩萨嘅化身啊？因为观世音菩萨好慈悲嘅，佢系大慈大悲救到我哋呢个苦难嘅众生。所以我哋见到一个每一个人，我哋当佢哋系观世音菩萨一样。由咁样，我哋对于任何人咧，因为当成系观世音菩萨嘅一样嘅看待啦，我哋嘅心里面咧就唔会有烦恼啦。依住呢个最简单同朴素一个整齐如端庄，我哋嘅头发咧就梳得齐齐整整。咁呢啲咧，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威仪。第二就是在这个言语和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柔软语和这个亲切语和这个慈爱语或者是这个慰劝语，我们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回答
別人的時候，我們要用這個講說話要很溫和、很有信，不要傷害他人。我們時時有這個耐心，又有這個親切地去聆聽別人跟你講的說話。假如對方的反應有些不是那麼好的時候，我們能夠及時地撤退，不要再說了。那我們要說一些關心、安慰、勸勉的說話，能夠使到別人願意跟你交談，接受你對他的一個接引或者是幫助。不要跟人家開玩笑，因為呢開玩笑呢是很容易傷害到人。因為你說的時候大家是講笑，但是對方可能那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就會誤會了你了。所以我們人有時之間會跟人之間有誤會呢，就是因為我們跟人開玩笑，由開玩笑裡面呢就出了問題了。所以我們學佛的人，我們的身體的那個威儀裡面呢，我們真的盡量不要跟人開玩笑。我們對三寶呢就要有一個信心，要有這個恭敬的心。因此我們要設計一件事，千萬不要跟出家的師傅開玩笑。這個、因為我們開師傅的玩笑是有時會說一些粗俗的說話，或者一些尖酸刻薄的說話，那就是很不禮貌咯。尤其是在這個佛堂或者佛寺裡面，我們尤其是去打電話，即譬如你有很多人呢會在一些佛寺裡面做一個義工的，那可能對方是會打電話來問詢問一些事的時候呢，我們應該呢就要耐心地去回答他，千萬呢就是不要說用一些不是一些粗言 的言論，或者是答得人家很苦氣。其實我們做義工去做這件事，我們都是一種修行，我們不是單單坐在這裡誦經拜忏叫做修行，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面，我們能夠在融會到，我們都是修行。那呢在道場裡面呢，多數呢我們就會有分一個尊卑，即是大家互相之間大家都是佛教徒，那呢我們個個都叫大家做師兄。這個呢我有提一提大家，在我們中國佛教裡面呢，很多時呢男和女都是叫師兄的，但是台灣的佛教裡面呢，他們就有分了男就叫師兄，女就叫師姐的，即是有少少的分別，但是這個都不是問題。不過我自己最初接觸佛教在我們中國佛教，現在中國大陸可能都會改變了，但是他們以前呢不嬲那些老法師教我們都是叫師兄。咁你唔好話去到第二個道場，唔係喎，我哋唔係咁叫嘅喎。咁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個尊稱啫，呢個就係一小點稱呼俾大家認識。咁仲有咧，譬如話寺院嗰啲法師咧，多數咧我哋要點樣去稱呼咧？我哋係有分嘅。譬如一啲出咗家好耐嘅，我哋稱佢為老法師啦，或者叫長老啦，或者係叫導師啦。或者是老和尚，最基本有些就稱為師父或者法師。其實他們是不是以他們的年齡，在出家人裡面不是以那個年齡去分他的等級的，而是呢他因為他受戒，譬如一些是他很早期受戒的，譬如他十幾歲出家，他到他三十幾四十歲的時候，他已經那個出家那個戒立已經很高了。很多人你有時可能覺得奇怪，為什麼會叫他做長老啊，或者是老法師呢？因為可能這位老法師已經出了家年紀長了，不是他的年紀，是他出家的年紀、受戒的年紀。這個是給少少大家認識的。這個呢就是說我們的身義和這個心義。另外這個呢我就是說這個叢林。在叢林呢就是佛教的寺院。
咁紙啊本身咧，就係、是、我哋中國古代掌管某項事務嘅官署嘅通稱嚟嘅啫，即係我哋中國。咁好似以前嚇最初嗰陣時候有呢個太常紙啦、大理紙啦、紅爐紙呢一種，都係最初我哋中國一啲字源啦。咁據說咧，喺呢個漢明帝嘅時候咧，一個叫做劉莊，佢派遣呢個使臣咧去呢個西域，西域就係指印度嗰邊，就請咗有一位叫做薛摩騰。薛摩騰法師咧就創立咗呢個管社，咁咧就稱為白馬寺啦。嗱，白馬寺就係我哋中國洛陽。有一間叫白馬寺，可能你哋有人都會去過。這個呢就是最初我們中國佛寺的開始。咁後來佛教的寺院咧，因為這樣而稱為寺。咁寺裡面咧可以有很多個院，譬如比丘尼住的寺院咧，我們稱為庵。你大哥有冇去過南華寺？有冇？嗱，南華寺本身咧，佢嘅範圍之內咧，有一個叫做無盡庵。咁無盡庵咧就係女眾住嘅地方嚇，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稱為女眾嘅地方嘅稱為庵。咁呢個叢林本來咧就係指咩咧？就係指呢個禪宗嘅寺院，從嚟講嘅就叫做叢林，叫做禪林啊。咁但係後世啊，即係話後來之後咧，由於呢個教同律各國嘅各宗啊，因為我哋佛教裏面有呢個律宗啦，有其他嘅教，咁呢個都係佛教裏面嘅。佢個寺院咧，亦都係模仿咗呢個禪林嘅制度，所以稱為叢林。咁近代以來咧，叢林咧就當作為佛寺的代名詞啦。咁根據佢嘅個規模有大小嘅，咁佢嘅財產嗰個屬性咧，同埋呢個主持嘅傳承個方式，就分咗有嗱，你大家可能會聽過話，哦呢一間嘅叢林係叫做十方叢林，或者係叫做子孫嘅叢林兩種。咁規模比較大嘅，佢嘅財產係屬於呢個僧團共同所有嘅。咁佢嘅主持咧就係請一啲高僧大德咧嚟擔任做方丈嘅。咁呢一種嘅叢林咧就稱為十方嘅叢林。喺印度嘅佛陀時代咧，最初稱呢個寺院咧就叫做精舍。嗱，我哋眾經裡面有講，例如我哋喺中印度嗰個王舍城咧，就有呢個竹林精舍啦。喺呢個舍衛城裡面咧，就有一個奇緣精舍啦。咁奇緣精舍，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啊嚇。我哋眾金剛經裡面又係講奇緣精舍啦。我哋眾靈驗經裡面又係講奇緣精舍啦。好多經都喺呢個奇緣精舍。所以佛教最早嘅寺院，是由於當時這個精舍大部分都建在這個郊外一些很幽靜的樹林裡面，所以又稱為蘭若。蘭若這兩個字呢就是叫做寂靜的地方。在印度的寺院裡面呢，有一種呢就叫做僧伽藍摩。這個僧伽呢的意思呢就是眾的意思，眾人的眾的意思。那這個南摩呢就是圓的意思，公圓的圓、那兩者合埋你的意思呢就是說是大眾共住的園林。那這個僧伽南摩呢我們就略稱為伽藍了，所以有些人稱寺院做伽藍，就是這樣的意思了。那自古以來佛教的叢林是十方僧眾修行辦道的地方，
咁叢林咧，好似呢個大野紅龍一樣，係圖治呢個真格同埋修學辦道嘅修練嘅地方。因此古時候咧，亦稱為選佛場。嗱，過去中國四大名山、各大嘅叢林、各大嘅宗派都有佢嘅根本嘅道場。我哋平日所居所住嘅人數咧，都係好多嘅。以前嘅寺院啊，嗰啲叢林裡面咧，最少最少都係有100人嘅。咁有啲直情係1000人以上。我嗰陣時去中國寧波嘅阿育王子，佢哋講佢哋經常性嘅係過千人啊！佢哋嘅煮飯嘅鍋好大好大嘅，不過而家已經係比以前少好多啦。咁嗱，隨著佛教嗰個宏傳咧，咁寺院道場因應嗰、那個各方面啊、時間啊、空間啊或者地域嗰個運化嘅需求，係展現咗唔同嘅風貌。喺呢個豐富嘅佛教嗰個文化內涵裡面咧，寺院咧就好似一間學校一樣。重視了這個社會大眾的文化教育，所以寺院就是這個社區的精神文化的重鎮來的，是這個民族生活啊、習慣啊和這個風俗啊的凝聚的地方，也是現代信眾的一個中心了。那叢林是需要有這個殿堂的，咁殿咧就係安奉佛菩薩像嚟供養我哋可以喺度禮拜喺度祈禱嘅地方。咁堂咧就係俾呢個僧人説法行道等用嘅地方嚟嘅。咁兩者合埋起來咧，就係我哋中國佛寺之中最重要嘅屋宇嘅總稱啦。咁喺唐宋嘅時代咧，係按呢個常規喺佛寺裏面咧，就有叫做七堂嘅騎籃，即係話七種唔同嘅用途嘅建築物。喺佛教嗰個各宗派對佢嘅解釋亦有唔同嘅。咁一般認為咧，就係有呢個山門啦、佛殿啦、廣堂啦、方丈室啦、食堂啦、浴室啦，同埋洗手間。但係洗手間咧，喺當時嚟講咧，佢一個好好聽嘅名稱，佢叫做東司，東南西北嘅東，司政嘅司嚇，佢係好聽嘅，唔係我哋而家講嘅廁所。咁喺禪宗嗰個殿堂裏面嗰、那個配置咧，佢嘅章法是比較是穩固的，故此各宗的寺院呢，多數呢是跟隨了這個禪宗的章法。一般來說，殿堂的名稱呢是依他所安立的本尊和他的用途而定的，就是說安置這個佛菩薩像，就有這個大雄寶殿，大雄寶殿簡稱呢就叫大殿，有呢、這個疲勞殿啦，或者係藥師殿、三聖殿、彌勒殿、觀音殿，同埋呢個韋陀殿、金剛殿或者騎南殿。咁安置呢個遺骨或者係呢個法寶嘅咧，嗱有舍利殿啦、藏經閣或者叫藏經樓啦，安置呢個祖師嘅像嘅咧，有開山堂啦，呢、這個祖師堂啦，或者係影堂、羅漢堂等啦，咁供呢個講經集會或者係修道嘅用途嘅咧，就有呢個法堂啦、禪堂啦、學界堂啦、禪堂啦、念佛堂、雲水堂，其他供給日常嘅生活啊，或者係接待人嘅咧，就有呢個五觀堂啦。五觀堂咧就即係齋堂。即係食飯嘅地方啊，咁仲有客堂或者方丈室叫茶堂。嗱，茶堂咧其實係方丈接待人嘅地方，同埋呢個延壽堂。延壽堂就係指呢個養老堂，一啲出家眾佢年紀大咗啦，
就係有一個地方叫做延壽堂，就俾佢睇到養老喺度修行療房。療房就即係等於我哋住嘅房間啦。咁嗱，第一就係叫做我分開好多好多俾大家認識嘅嚇。第一個咧叫做三門殿，就係叫做三門啦。嗱，呢個叫做三門，因為我盡量揾一啲圖片俾大家認識嚇。嗱，三門又稱為三門，你睇下嗱，呢個中間呢個係個大門，我哋兩邊有兩對門。咁就係話，我哋進入呢個佛寺嘅大門嘅一個稱呼啊嚇，呢叫做山門。咁寺院嘅大門大多數咧就有三個門啦，就係而家我哋所睇到嘅。咁中間呢個咧就係叫大門，兩旁咧就叫做小門，所以叫做山門，又叫做山水嘅山山門。咁佢意思就係話，叫做三解脱門，嗱中間嗰個咧就叫做空門，右邊嗰個咧叫做無作門，左邊嗰個咧就叫做無上門。嗱咩叫做空門呢？就係講話我哋嘅諸法唔離開呢個因緣性空嘅道理，冇一法係究竟嘅，真實永遠咁樣存在。我哋從呢個物質方面嚟講，我哋嘅山河大地或者我哋嘅日月星辰，都係因為我哋嘅因緣和合，我哋有呢個成住壞空。從我哋嘅生命嚟講，由於呢個物質同埋個精神所構造嘅，我哋嘅身體有呢個生老病死，我哋緣盡咗，我哋就滅啦。至於喺我哋嘅精神方面，人的起心动念就是有这个生住意灭，没有一物是常存的，所以我们叫空。那空门呢又叫做解脱门，因为进入了寺院里面的清净，没有任何的挂碍，所以叫做解脱。那第二呢就是叫做无作门，咁就係話我哋明白咗呢個性空個道理，我哋人我之間處於泰然，唔造作呢個生死嘅業，永遠能夠脱離呢個果報嘅苦，專心以呢個佛法為我哋嘅目標，努力咁樣做佛事，無作者又無受報果報者，呢啲就係令到我哋唔需要受呢、這個，再受到呢個生死嘅輪迴，自然咧就得到解脱啦。咁呢個咧就叫做無作門。第三就係無上門，就係冇呢個四相嘅存在。所謂冇四相，就係冇我相、人相、眾生相同埋冇受者相。我哋知道四大五蕴都係空嘅。冇再冇我同埋他人嘅分別，能夠悟入到呢個涅槃嘅寂靜，得到呢個無上嘅自在啦。嗱，一般嘅大叢林通常咧，只會打開旁邊呢兩個門嚇，中間呢個門咧係唔會打開噶。佢打開係咩情況之下會打開呢對門咧？就係、是、皇帝。有皇帝嚟嗰陣時候，佢會打開呢對門，或者係一啲諸山長老啊，啲高僧大德嚟嗰陣時候咧，佢哋先會打開呢中間呢個門咧，去迎接佢哋嘅。咁跟住咧就係講呢個天王殿，天王殿咧就喺三門裡面嘅第一重殿。咁呢個天王殿咧就係、是嗱，呢個就係天王殿啦。咁呢個天王殿嗰個門咧，就向住出邊嘅，即係向住個門口嗰個咧，就係供奉咗彌勒菩薩嘅。意思就係點樣咧？就係話彌勒菩薩，我哋大家見到佢都好開心嘅，成日都咁開心嘅。佢就係話
弥勒菩萨很开心地迎接这个信众入这个佛门，是代表了皆大欢喜，是表示了佛教用爱来接受众生的意思。我们进入了大门，即是走过了这个弥勒菩萨，他的背后呢就有这个韦陀菩萨。韦陀菩萨呢，他呢个手呢揸着一个金刚的降魔杵，他非常之威风的。而左右两旁呢，这个点的左右两边呢就有四大天王。这个四大天王呢非常之高大和很宏伟，好像警察一样地守护这个道场。咁佢令人哋一睇咧，就起生起一个好敬畏嘅心啊！意思就系话要用呢个爱嚟令众生欢喜，而令众生接受。所以佢系有一种力量去摄服我哋。咁呢个咧就系佛门里面系爱嘅接受同埋力嘅摄服一个教育嘅方式嚟噶。四天王典呢又叫做金刚典。咁弥勒菩萨呢，你哋去到呢个寺院呢，你睇咗弥勒菩萨佢个肚呢就好大呀，咁面容呢好开心㗎。咁呢个呢就係、是、弥勒菩萨两种嘅特征。佢身边呢即係好多时呢弥勒菩萨嗰、那个佢有对对呀。佢对对点样讲呢，佢话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喜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菩萨的大肚是表示了什么呢？就是说包容一切的意思。他的喜笑呢就是他的一种内心的修养的透露。菩萨是以这个慈悲喜笑令到我们的凡夫去回光返照。跟着呢就是四天王。咁四天王呢又叫做四大金刚。嗱，呢位弥勒菩萨我哋大家都会认识到啊，佢好开心㗎。跟着呢个叫做四大天王。嗱，四大天王呢佢呢就係企喺弥勒菩萨嘅两旁，係属于一种护法神。咁佢係护持东南西北四个部洲，即係佢能够护持呢个四天下。呢、这个东方慈觉天王，慈觉呢个意思就係慈悲为怀同埋保护众生，护持呢个国土，所以叫做慈觉天王。佢係住喺呢、这个须弥山嘅。咁佢呢係白银朵，佢嘅身体係白色嘅。他穿着那些呢好像我们打仗那些盔甲的。他的手呢就执持一个琵琶了。这位他揸着一个琵琶的。为什么有两个图呢？因为有些不同的造型，这位都是。他执持这个琵琶呢，他是主这个音乐，所以叫做是一个音乐神。表明他是用音乐呢来使到众生去皈依这个佛教。他是负责呢是守护这个东胜神州，以这个乾达婆和紧罗罗和这个毗舍舍就是这个慈觉天王的一些部众来的。这个呢就是二十诸天里面的第四个天王来的。第二位呢就叫做南方的增长天王。增长的意思呢就是说能够全令众生增长这个善根和护持这个佛法。那增长天王呢，他是住在这个须弥山的琉璃多。他身体呢就是清晰的，也是穿着这些甲胄。他呢就揸住一支宝剑了，就是这位。大家看不看到啊？他揸住这个宝剑呢，他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佛法，令到佛法不受到人的侵犯。他是负责守护这个南禅部洲。以这个
溝盤茶同埋呢個碧麗多咧，就係、是、為佢增長天王嘅步眾。佢係二十諸天之中咧，係第五個天王。咁第三咧就係、是、西方嘅廣目天王。廣目嘅意思咧就係、是、話能夠以呢個正天眼隨時觀察呢個世間，護持呢個人民，所以叫做廣目天王。佢就係住喺呢個須彌山嘅水晶島，佢嘅身體咧係紅色嘅，亦都係著咗呢個盔甲。佢咧就係群龍嘅領袖，佢嘅手咧就執持一條好似赤龍咁樣嘅，就係呢位嚇。咁呢個有啲人咧就會。有個造像咧，佢係執持一條索啊，赤索噶。咁睇到有敵人咧對付佛教嗰陣時候咧，佢就用呢個繩索去捉佢哋，咁使到佢哋咧能夠歸依呢個佛教。佢係負責守護呢個西牛河州，係以呢個龍王同埋呢個富丹羅咧，就係、是、為廣目天王嘅部眾。佢亦都係二十諸天裡面其中嘅第六嘅天王。咁第四位咧就叫做北方嘅廣多聞天王，佢又叫做毗沙門。多聞嘅意思咧就係話佢略略精通呢個佛法，以呢個福德名聞四方。佢住喺呢個須彌山嘅黃金島，佢身體係綠色嘅，咁佢穿亦都係穿著咗呢個盔甲。佢嘅右手咧就揸住一個寶傘啊！呢位佢揸住一個寶傘，有啲咧佢會揸住一支幡嘅。咁佢嘅左手咧就有一個叫做鵝神鼠，又叫做銀鼠。佢咧係用嚟咧制服呢個魔眾，護持呢個人民嘅財富，所以又叫做司財天，係我哋古印度嘅一個財神。佢係負責守護呢個北俱盧州。是以呢個夜叉同埋呢個羅剎咧，就係、是、為多聞天王個部眾，佢亦都係二十諸天中裡面咧嘅第三嘅天王嚟噶。嗱，一般人都認知認識或者係被稱為風調雨順。咁南方嘅增長天王，因為佢揸住把劍，所以佢代表風。咁東方嘅持國天王咧。佢揸住個琵琶，所以代表係個調。咁北方嗰個多聞天王咧，佢就揸住把傘啊，即係我哋所謂嘅，佢係代表咗雨。咁呢個西方嘅廣目天王咧，佢就係執持一條蛇或者一條龍，佢就係代表順啦。咁組合起嚟咧，就成為咗風調雨順。亦都係四大天王，係以呢個北方嘅多聞天王嘅毗沙門咧係最尊嘅。咁總括嚟講咧，就係話四大天王咧就係保護我哋嘅人民，使到呢個世界咧能夠風調雨順。喺呢個寺院裏面咧，就係護持呢個三寶，希望咧呢個三寶咧能夠長住喺呢個世間啦。嗱，跟住咧就係韋陀菩薩啦。嗱，呢尊就係韋陀菩薩。我哋大家睇呢個韋陀菩薩咧，佢嗰個劍啊，佢有把劍嘅，佢係棟住喺地下噶。其實有唔同嘅姿勢，有兩種嘅。另外一種咧，就係將嗰佢嘅呢個佢嗰個寶柱咧打橫放下。嗱，呢個韋陀菩薩係有佢個特異嘅功能啊！佢面向住大典。嗱，我哋剛才講彌勒菩薩係向住出邊嘅，但係韋陀菩薩咧啱啱同彌勒菩薩係背脊對背脊嘅，咁佢咧就係向住大雄寶殿，因為我哋四天王殿之後咧就係我哋嘅大雄寶殿啦嚇。佢面向大典咧，係表示咗咩咧？就係護持三寶。佢每日都好忙碌咁樣保護我哋一啲修行藝人。而
又使到呢個常住興隆，常住就係話我哋佛寺裏面咧，我哋自己僧人咧就稱為呢間寺院咧叫做常住嚇。咁又希望能夠護持呢個佛法，能夠使到呢個法輪常轉啊。咁韋陀菩薩咧，佢嘅像咧就有兩種姿勢嘅嗱。第一種咧就係、是、之前呢、這個，佢叉左手叉住個腰。右手咧就攞住一個金剛柱，呢、這個寶柱咧就揸住掂住喺個地下嘅。嗱，呢個姿勢咧就係表示咗子丹，意思就係話所有嘅十方嘅客人，包括出家人或者係在家人嚟到佛寺裏面，佢都係歡迎你去參拜。但係呢間寺係唔接待任何嘅僧人或者客人住宿嘅。所以咧，我哋叫呢一種咧叫做紫丹。咁另外一個姿勢咧，佢係將呢個寶柱打橫放嘅。咁係合掌咁打橫放。咁咧，佢個面容你睇好似牆咁。佢表示咗係可以俾人哋掛單嘅。咁就係話，無論係出家人或者係在家眾咧，佢都接受佢哋嚟呢間寺度住嘅。所以我哋有機會去到中國的寺院，香港就很少了。中國的寺院你會看看尊偉圖菩薩，你學了之後就知道，哦，原來這個是紫丹，這個可以掛丹的。接著呢，就是講大雄寶殿了。這個是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就是正殿，又稱為大殿。大雄呢，就是稱讚釋迦牟尼佛那個威德高大的意思。咁大雄咧係表徵咗呢個智仁勇呢三個字，智就係自利、自覺，即係話自己嘅覺悟；仁咧就係、是、利他同埋覺他；勇咧就係、是、有呢個大無畏嘅精神。佛陀將佢自己覺悟乃至到成佛嘅道理去普度眾生，釋迦牟尼佛就係、是、能人。直滅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智人用一個表現。在大典之中呢的釋迦牟尼佛像呢，主要有三種的法式。第一種呢就是結跏趺坐，即是說釋迦牟尼佛他是盤腿坐在那裡，他的左手呢就放在直腳上邊，咁佢呢種咧就叫做定印，係表示咗呢個禅定嘅意思。佢嘅右手咧就垂下，就係、是、叫做足地印，係表示咗釋迦牟尼佛喺成道以前喺過去生中為咗眾生而犧牲咗自己嘅一切，只有呢個大地先能夠證明。咁呢一種嘅姿勢嘅造像咧，就叫做成。道上第二種咧就係、是、都係釋迦牟尼佛結跏趺坐，但係個左手咧亦都係橫放喺佢個左腳上邊，佢嘅右手咧就右手嘅手臂屈住，咁作一個環形嘅説法人，即係你見到一啲佢個佛佢個手係咁嘅，即係右手係咁嘅，咁呢種咧就叫做説法人。是表示了佛說法的姿勢。另外一種呢就是立佛，即是站在那裡的，釋迦牟尼佛是站在那裡的，他的左手呢就垂低，而右手呢他就向上。這一種呢就是叫做旃檀佛像。據傳我們在佛一些故事裡面記載，就是說當時釋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時候呢，就這個幽田王咧就用呢個檀香木咧，按照佛嗰個面貌嘅身形咧，做作咗一尊嘅旃檀嘅佛像。咁佢嘅手下垂就叫做與願印，係表示咗能夠滿眾生嘅願。佢嘅另外一隻手咧，就係、是、向上伸嘅時候，就係、是叫做思無畏印。就是表示了他能夠除眾生的苦。這個呢他就是在大典裡面的釋迦牟尼佛有三種不同的法式。
咁我哋入咗大典之後咧，嗱，我哋從佛所坐而分呢個左右，唔係以我哋人，係以佛嚟分我哋嘅左右嚇。咁咧，第一種咧就叫做三身佛啦。嗱，呢種都係大雄寶典一種，即係每一個年代佢哋做咧都有少少唔同。剛才呢個咧係咁嘅，呢一座係大雄寶典，嗰邊嗰座嚇。咁呢？呢一種咧就係另外一種，即係近啲睇嘅靚座一個格式。咁呢啲大雄寶殿咧，佢都係有三個門嘅。嗱，呢個咧就叫做三身佛。三身佛咧就係話中間呢一尊就係叫做盧舍羅佛，就叫做布身佛。佢意思就係話光明遍照。是表示了正得这个教的真理而自受这个落法的智慧，就是这个佛身。啊，不是，这个是左边，这不是，嗱，这个是以佛来计下，这个是右边，这个是左边。那中，嗱，中间那尊呢，就叫做毗卢遮罗佛，毗卢遮罗佛呢，就是法身佛。就是遍一切處，是表示佛教的真理，就是這個佛身。那右邊呢，就是釋迦牟尼佛，就是我們所謂的應身佛。應身佛呢，就是能人直滅，就是表示了隨緣住世教化各種的不同的眾生的佛身。跟著呢就是三方三乘，嗱呢一種嘅三方三乘咧，係大家普遍見到嘅，好多大雄寶殿都以呢個三方三乘。嗱，中間個尊咧就係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咧就係我哋娑婆世界嘅教主。嗱，呢一個圖咧，呢尊釋迦牟尼佛咧，佢係疊掌嘅。有一啲咧係呢個中間呢尊釋迦牟尼佛咧，佢會托一個缽。有些呢他是托这个寶珠，他这个表示了这个是金鑼。左边那个呢就是藥師佛了，藥師佛呢就是靠我这边的左边。左边那尊的藥師佛呢就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我们怎样去佛，三尊佛的样子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中間個尊佢係疊掌嘅，咁左邊個尊咧，佢係執咗一個手上裏面咧就有一個塔啊，我睇到一個寶塔嘅，佢係托呢個叫做藥師塔。跟住咧右邊咧就係阿彌陀佛啦，阿彌陀佛大家都好認識啦，呢個就係西方極樂世界嘅教主，咁佢咧就托咗一個叫做金台。是表示了这个接引这个众生的。那跟着呢就是叫做花严三乘了。花严三乘中间那个呢就是毗卢遮罗佛，是属于法身佛。那左边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他呢这个呢他就只是坐在这里而已。我聽冇，我冇吸到另外一個出嚟嚇。但係有啲造像咧，係文殊師利菩薩咧，就騎住一個獅子嘅。咁係代表咗呢個大智慧，佢一開聲咧就能夠説服眾生，同埋能夠斷眾生嘅煩惱。咁右邊個尊咧就係普賢菩薩，普賢菩薩咧就騎呢個大象嘅，佢係代表咗呢個佢嘅大力。能夠腳踏實地的意思。那跟著呢就是叫做一佛二弟子了。那中間那尊呢就是釋迦牟尼佛，左邊呢就是這個迦葉尊者，迦葉尊者呢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他是苦行第一的。跟著右邊那尊呢就是柯難尊者，柯難尊者呢也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咁佢咧就係多聞第一噶，咁跟住咧就係東方三聖啦。東方三聖咧中間嗰尊咧就係藥師佛嘅。睇下先，嗱呢個佢就一個寶瓶嚇，嗱呢個都係
東方三城有兩個不同。咁東方三城裏面咧，嗱，藥師佛咧，佢會揸住一個藥器啊。佢個左手咧就揸住一個藥器，我哋睇住個藥，嗰有一個藥瓶啊。咁啊，有啲咧，佢嘅右手咧就會結呢個三界印。咁左邊咧就係日光遍照菩薩。日光遍照菩薩咧，佢個左掌咧就按住一個日輪，佢個右手咧就執持呢個萬樹赤花嘅。咁左邊嗰個咧，右邊嗰個咧，而係右邊咧就係月光菩薩。月光菩薩咧，佢個手咧就揸住一個月輪啊。我睇下，因為每一個字咧，佢有一個組像嘅唔同啊。跟住咧，呢個咧就係娑婆三聖啦。娑婆三聖咧，中間就係釋迦牟尼佛，佢係疊掌嘅，或者係持咗一粒寶珠。咁呢個咧，佢就係疊掌持咗一粒寶珠。咁左邊嘅係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咧，佢就執持一個金露瓶嘅。咁右邊咧就係地藏王菩薩，地藏王菩薩咧，佢會揸住一右手揸住一支石杖，佢嘅左手咧就執持住一粒嘅如意寶珠啊。呢個冇咁清楚，剛才個會清楚啲。嗱，呢個咧就係西方三聖啦。西方三聖咧，大家都會認識啦。中間個尊咧就係阿彌陀佛，咁左邊咧就係觀世音菩薩啦。觀世音菩薩啦，阿彌陀佛咧，佢嘅手咧，睇下佢嗰個右手咧就垂下嚟，咁咧左手咧佢咧就執住個金台。嗱，佢嘅右手嘅手臂垂低咧，係表示接引我哋嘅眾生。咁觀世音菩薩咧，佢就係執持呢個金露瓶啊，而右邊嘅大勢至菩薩咧，佢咧就執持呢個如意啊。跟住咧就係五方佛。嗱，呢個圖係觀音寺嘅五方佛啦，但係佢影得唔係好清楚。嗱，有兩種嘅，一種咧佢就係中間嗰一尊就係大日如來，跟住咧四邊咧就有四位如來啊。但係另外一種嘅寺院嗰個典嘅排列咧，佢係一排咁樣過噶嚇。嗱，中間嗰個大日如來咧係象徵咗我哋嗰個五智之中嗰個法界體性智。東方個阿初如來咧就係表呢個覺性。象徵咗我哋五智之中嗰個大圓鏡智，南方嗰個寶生如來咧就係表呢個福德，係象徵咗五智之中嗰個平等性智。北方個不空成就如來就係表呢個事業，係象徵咗五智之中嘅成所作智。嗱，我哋喺大典嘅左右兩旁咧。好多嘅大典都會供奉咗呢個十八羅漢，同埋咧後面咧都會供奉咗呢個觀世音菩薩。咁呢個觀世音菩薩咧就叫做海島觀音。咁佢係赤腳噶，你睇觀音菩薩係赤腳噶，佢嘅腳裡面咧係企喺呢個鰲魚嘅上邊。咁呢一條魚咧，佢係有呢個掀起呢個風同埋興風作浪嘅，佢能夠使到呢個海水咧不停嘅翻騰，同埋呢個大地都會震動，令到呢啲船咧會沉沒嘅。所以菩薩咧，觀音菩薩咧就顯呢個神力，係表呢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嘅意思啊！嗱，有呢啲叢林嘅寺院咧。就會有，就算好似寶蓮寺都有嘅，佢嘅典都大典下低，佢都有呢個海島觀音嘅。嗱，呢個咧就是十八羅漢啦，十八羅漢大家都會認識嚇，好多喺大雄寶殿裏面兩旁都有呢個十八羅漢啦。嗱，跟住咧，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寺院咧，另設有其他嘅典嘅。
例如这个圆通典，圆通典就是供奉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去手执着这个净瓶，这个净瓶里面呢装满了这个甘露水，在这个净瓶上面呢，它也都会插了一个杨柳枝，是象征了菩萨以这个大悲甘露遍洒这个人间。那观世音菩萨两旁呢就有一位叫龙女，有一位叫做善财童子。咁跟住咧就係地藏典啦。嗱，呢個地藏典，地藏典咧會安奉呢個地藏王菩薩嘅。咁地藏王菩薩咧，佢係能夠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心物，猶如地藏。佢嘅右手揸住呢個石像，就係表示呢個愛護眾生，亦都係表示呢個戒。这个戒修精严，他的左手他揸住一粒如意的宝珠，是表示满众生的愿。嗱，有些地藏典里面咧，我找不到那些图啊吓，佢咧就系会中间是地藏王菩萨，另外一边咧就是文公同埋洞明和尚，他都是护持地藏菩萨的。其实有一个典故嘅，就是话。如果大家有冇人去過九華山嘅？未去過。嗱，我哋中國有四大名山，九華山咧就係地藏王菩薩，普陀山咧就係觀世音菩薩，峨眉山咧就係普賢菩薩，五台山咧就係文殊師利菩薩。咁地藏王菩薩咧，佢係示現在我們這個世間，他是朝鮮一個王子，後來呢就是出家修行，他來到我們中國，去到九華山的時候呢，他在這個山上修行。九華山呢整個山九子山九個山頭都是這個敏公的，這位敏公呢當時地藏王菩薩修行，他就見到这个金桥阁在这里修行，他就说给一个地方去修行，那他这个敏公就说他可以给一个地方去修行。那当时呢地藏王菩萨呢将我们穿的袈裟一铺开呢，九个山头全部盖满了。那这位敏公呢就将他所有的山头送到给地藏王菩萨，咁佢就係護持地藏菩薩。咁呢個道明和尚咧，其實就係呢位敏公嘅仔，就跟咗地藏王菩薩出家。所以咧喺呢個九華山裏面，佢哋嘅大典咧，有啲咧係供奉地藏王菩薩嘅。咁佢兩旁兩位咧，就係、是、一個係父親，一個係兒子，一個係在家嘅護持者，一個係跟佢出家修行嘅兒子嚇、啊。所以咧就有咁樣去供奉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微納典啦，有啲係特殊嘅，佢另外一個微納典嘅，就唔係我哋四大天王裡面嘅微納菩薩，即係有啲寺院會咁樣去鋪排嘅嚇。咁另外咧就係、是、祖師堂啦，祖師堂咧就係、是、供奉呢、這個祖師啊。即係譬如話一啲開山祖啊，一啲出家仲喺度修行，而呢個寺院係佢建嘅，所以就叫做祖師堂啦。跟住咧，嗱有啲叫呢、這個叫羅漢堂啦。羅漢堂裡面咧，好多時佢係會供奉呢個五百羅漢啊。咁咧呢、這個就係五觀堂啦。五觀堂就係指我哋嘅齋堂啦。嗱、這、呢個就係外面嘅。當我哋食飯嗰陣時候咧，佢會將呢一條魚嘅形咧喺度打嗰啲板嚟通知大眾要過堂食飯。嗱，呢個咧就係五觀堂裡面嘅真人過堂食飯嘅地方啦嚇。咁仲有咧呢個係客堂，客堂咧就係接待人客。或者處理事務的地方，這些都是負責那些人出入或者出家人在這裡住
要掛單嗰陣時候，一定要經客堂，或者一啲我哋嘅在家眾啊，一啲佛教嘅信徒去到一啲叢林，我哋要登記啊。咁咧就係嚟呢個客堂，跟住呢個叫做念佛堂。念佛堂咧係專門用嚟念佛嘅。呢個係禪堂啦，禪堂咧就係參禪打坐嘅。呢個咧就係講堂。講堂咧就係嗰啲法師講經說法嘅地方。呢個係法堂，法堂咧就係愛嚟傳戒用嘅。咁呢個咧就稱為選佛場。嗱，呢個都係法堂啊。呢個叫涅槃堂，涅槃堂咧又叫做如意堂，係一啲老法師圓寂往生嘅地方。大家知唔知圓寂往生係咩意思啊？明啦嚇，即係我哋世俗人講就係喺度死啊，但係我哋寺院裏面就冇咁樣講啊。呢個咧就係藏經閣，嗱藏經閣咧又叫藏藏經樓嚇。呢個咧就係供奉啲經書法寶嘅。呢個圖呢個應該係南華寺裏面嘅藏經樓嚟嘅。跟住咧，呢個係方丈室啦。方丈室就係即係話一間寺嘅主持住嘅地方啦，係每呢樣都係每個寺院必備嘅。咁呢度佢包括咗啲乜嘢咧嚇？方丈室裡面咧係包施設咗呢個寝室啦，寝室即係睡房瞓覺嘅地方啦，茶堂同埋衣缽寮，即係話佢哋要有個地方咧係方丈和尚接見其他一啲僧人也好，在家居士都好，佢哋咧就有佢嘅茶堂，係接待沖茶俾佢哋飲啊，接待佢哋嘅。衣缽寮咧係一啲佢哋出家眾嘅一個名稱嘅嚇。衣缽寮係相當於呢個大和尚嘅侍從室，即係譬如話一啲侍者嚇。專門負責呢個傳法啊、帳務啊，或者啲策劃啊，或者人事調動等等嘅權責噶嚇。咁跟住咧，嗱茶堂，我解釋埋茶堂先。茶堂咧就係剛才講方丈接待人嘅地方啦。喺呢個咧就係呢個法堂後面嘅，而喺呢個房間嘅前邊，佢嘅位置係咁。跟住呢個就係療房啦嚇，呢啲多數都係寺院旁邊呢啲，全部都係療房啦。療房係指呢個宿舍。呢個係延壽堂，延壽堂咧就係一個養老堂啦，即係話我哋出家嘅僧人嚇，年紀老咗之後咧，就喺呢度咧修行。一般年青嘅都要擔任各種嘅職務啊，譬如你係做廚房嘅，你就擔去做廚房啊。嗱，我哋中國嘅叢林啦，多數係呢、這個農僉制度啊，即係好多寺院而家佢哋都會種禾嘅，佢哋係而耕種。咁每個人都年青嘅法師，佢哋都會有佢哋嘅職責，做佢哋嘅嘢。譬如係做接待嘅，佢哋啲知客師接待啊。譬如你要喺大典裏面負責做香燈嘅，即係打掃大典啊。做功課之前要上香啊，各方面嘅，佢哋都有佢唔同嘅名稱嚇。咁嗰啲我盡量都揾啲資料同大家講一講。咁雲水堂咧？就係話雲水堂係住一啲出家眾嘅，但係唔係長期喺呢間寺院度住嘅。佢即係譬如嚟掛單三個月啊，或者係一個月啊嚟掛單嘅僧人咧，就住喺呢個雲水堂啦。嗱，跟住咧就係嗰個係庫房嗰啲咧，庫房就係指一啲儲食物或者係儲用物嘅地方，我哋叫做庫房啦。咁呢啲佢哋都係所有嘅用品啊、食物啊、大眾嘅衣食啊嘅都係儲存喺呢個庫房裡面嘅。嗱，一般人都冇想到典同呢個堂嘅分別，其實典同堂咧係有唔同嘅。
典呢就是佛寶所住的地方，而堂呢就是真人住的地方，好像羅漢堂、祖師堂、紀念堂，或者是真正修行的禪堂、念佛堂，乃至是辦事、用的客堂、齋堂，我們都稱為堂，所以是珍寶的地方。堂就不如這個典，因為典是比較神聖、再加上我們還有這個保存這個經典的藏經樓，這個是法寶、的地方，所以呢是三一間寺裡面呢就是三寶具足。典堂那個、還有一樣就是我們寺院還有一個呢，就是有一個鐘樓和這個鼓樓、就是這個呢完全就是一間叢林一個格式、咁嗱，典堂嗰個儀規咧，典咧就係王所居住嘅，咁佛咧就叫做大醫王，能夠醫眾生嘅煩惱嗰個生死嘅大病。最初佛教傳入我哋中國，多數都係呢個皇族或者呢啲貴人所信奉同埋信仰同埋尊奉嘅。咁呢個典堂呢個名咧，其實係武則天所定立嘅。好似咧以前啦嚇、皇帝咧佢哋嗰啲神啊，要同皇帝報告嗰陣時候咧，佢係五間祖朝咧，就所以要上殿去禀報啊。所以俗語話無事不登三寶殿，就係咁樣嘅意思啦。咁我哋進入大典應該有我哋嘅禮儀嘅。我哋進入呢個佛寺，首先咧，我哋就去到呢個大典裏面禮拜啦。咁大典咧，亦都有三個門嘅。嗱，剛才嗰、那個，我哋睇翻呢個，嗱呢。這個大雄寶殿中間這個門旁邊有左邊一個門右邊一個門都是有三個門的，一般是大叢林的大殿。其實呢我們、大殿呢我們都是有分的，好像剛才我說三門一樣，古代呢就是只有這個皇帝、才有這個中間門入的。一般我們真的去到這些大叢林，譬如我們去做早晚課啊，中間的門都是方丈和尚行的，我們一般的人呢就會由、旁邊的兩段門入的。還有一件事呢，你看到那些寺院、啊、那些大典呢個門檻很高的，但我們有一個規矩，我們不可以踩個門檻入的，我們呢就是要跨過那個門檻而入的。如果我們有左右兩邊，我們呢就由左邊或者是由入右邊去入，是我們不走中間的門呢，是表示我們是恭敬的。嗱，我們入門都有一個規矩、如果呢我們 是由這個右邊的門入呢，我們首先要由個右腳去跨入。如果我們在左邊的門入呢，我們首先呢就以這個左腳去跨入。譬如你這樣說，你問我師父那個寺院只有一個大典門，那我們呢就不要由中間這樣入，我們的門這麼大，譬如我由靠左邊一點的，我們就左腳踏入，靠右邊一點的，我們就由這個、右腳去踏入去。所以呢這些是一些、少少的規矩啊，他的意思就是我們不要大搖大表大搖大擺的由中間門的衝入、意思就是叫我們、千萬不要犯這個輕慢的過失、除了、這些、典、我們有門怎樣入之外呢，還有我們的佛經、佛像、
同埋啲供品之外，我哋可以帶入去呢個佛殿咧，其他一啲嘢咧，我哋就唔好帶入去咯。咁仲有咧，就係話我哋去到大殿，多數話或者入去誦經啊，或者係禮拜啊，咁或者係一啲譬如我幫忙去大殿打掃啊、做香燈啊，咁可以入去之外咧。我哋千祈唔好做一樣嘢，因為咧，尤其是咧喺我哋中國個殿啊，好多時就話大殿一個門喺入，但係後面咧安觀世音菩薩嗰度有一個門出嘅。咁但係我哋咧，除咗我哋話真係去呢度禮拜，我哋拜咗前面拜咗呢個三身佛啊，或者係所有的佛像之後，我們走在後面的觀世音菩薩，那頂禮觀世音菩薩之後呢，那我們再進入其他的殿，我們可以由那個殿過。千萬不要說，哎呀，我現在走去那裡會近一點，我們就這樣穿過，這樣呢，我們呢，就是不對的，不可以借佛殿做通道。那這些是我們知道一些規矩啊。那還有我們進入大殿之前呢，我們要首先呢是靜我們的身心。我們當然會去到佛寺拜佛，我們當然要洗乾淨手啦，因為其實呢我們的心要清靜，我們的身體都體都要清靜下，那呢就不可以入到佛殿咧，我哋好誠心咁樣去禮拜，千祈唔好咧，好似當參觀咁東張西望嚇。咁唔使，仲有咧，我哋禮拜嘅時候咧，我哋要默念一首偈，即係你哋識得咧就可以咁樣念嘅，係嘛？若得見佛，當願眾生得蒙外眼見一切佛。咁我哋就好誠心咁樣禮拜。禮拜完之後咧，你真係想睇清楚三身佛啦，或者我哋就好誠心咁樣去望佛，但千祈我哋唔好一開始就東張西望先啦。咁我哋依個係一種嘅禮儀嚇。喺佛典內咧，我哋要知道一樣嘢，我哋只可以右繞，我哋唔可以左繞嘅。即係我哋順時針個方向咁樣去行，你可以去到佛殿拜咗三拜之後，你可以繞三個圈，繞完三個圈之後，你要再禮拜，咁亦都可以。嗱，點解唔可以左繞呢？就係話我哋右繞就係順呢個時針，係表示我哋咧呢個正道，所以大家共修嗰陣時候，我哋繞佛嗰陣時候，我哋就會由右邊繞。但是呢，有少少就是話，當我哋繞佛嗰陣時候咧，我哋面向住佛像。有啲人咧，譬如我跟住人哋一齊念佛或者上殿，我哋去到某一個地方唔需要問訊嘅。譬如我哋合掌，我哋行到一個範圍嗰、那個轉角位，譬如我哋由依度行到呢度，咁我哋就放掌，或者係我哋用嘅手結一個印。咁我哋就放咗，唔需要問訊嘅。呢個就係寺院一個少少嘅規矩嚇。咁喺佛典裏面咧，我哋最好咧唔好喺度講嗰啲閒雜嘅話，或者大聲講啊，細聲講大聲笑咁啊。我哋除咗去聽經聞法，或者大眾咁樣一齊喺度禪修之外咧，我哋唔可以坐喺佛殿裏面。即使間我哋係談談佛法咧，亦都唔可以咧大大聲咁喺度講喺度笑，因為我哋要莊嚴呢個佛殿啦嚇。因為有啲人咧，哎呀我好攰喎，坐喺個拜凳度坐咁啊，咁咧其實咧就係唔可以噶。即係某些情況就話佢用到個點做一啲活動啊，或者禮忏啊，咁佢係俾你可以係休息，咁我哋先可以坐低。平時我哋一般去禮拜咧就唔可以噶。咁仲有咧喺呢個佛典裏面咧，我哋千祈咧唔好又喺度靠住個牆壁啊，或者靠住啲台啊喺度休息啊，或者我哋因為咧。
坐企喺度咧，我哋要企得端正。咁我哋或者企喺佛典裏面咧，或者係合掌，係表示我哋嘅恭敬，或者係放掌。咁仲喺佛典裏面咧，千祈唔好咧喺度打喊路啊，或者喺度即係。就算我哋打喊路咧，我哋都揞住啊，或者打乞嗤，我哋都要揞住啊。咁呢啲咧係一啲小小嘅禮節嚟啊嚇。咁我哋仲有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尊敬呢啲佛像咧嚇？嗱，一樣嘢，我哋千祈唔好去批評佛像莊唔莊嚴，因為每人做嘅尊佛像，佢哋係一個好一即係。挑工的不同啊，我哋人咧有一個批評啊，呢啲係我哋嘅慣性。其實我哋要收攝我哋嘅心，我哋唔好起呢個念。每一個人做一個佛像出嚟，佢都經過好多嘅心思嘅雕琢嘅，所以我哋最好咧唔好批評。仲有咧，凡係佛像咧，我哋要注意，唔好安喺我哋嘅睡房裏面。即係譬如我哋真係誦經嗰啲咧，我哋就喺個廳啊咁樣誦經啊，就千祈唔好喺張牀啊嚇。就算我哋聽經都係啊，我哋就算話嗱有你哋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話，或者我屋企人唔信嘅喎，我唔可以喺呢個廳啊嚟誦經啊拜佛咁啊。咁你真係冇辦法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或者喺個牀嘅旁邊拉堂簾啊，隔一隔你張牀啊，咁你喺度睇書睇佛經又好，或者睇佛教嘅書籍又好，但係千祈又冇我哋冇當好似睇雜誌咁瞓喺張牀度睇啊，咁嗰樣嘢係唔恭敬咯嚇。咁仲有凡係經過有佛像嘅地方咧，我哋應該咧都要合掌問訊。或者譬如你會問阿師傅，如果人哋喺個大殿度仲緊經，咁我係唔方便禮拜嘅。其實我哋誠心，我哋問信三問信亦都可以嘅。呢啲都會因為個時間啊或者空間唔方便，我哋會作一個可以方便嘅方法嘅嚇。呢、這個大家就唔好有啲人好硬性。啊！我一定要去佛寺，我一定要拜喎。但係人哋個殿度有其他人做緊一個法會，唔可以俾你進入去，你就喺外邊門口裏三問信亦都係可以嚇。咁仲有咧，我哋見咗有佛像損壞嗰陣時候咧，我哋應該咧就係盡量去修補翻。所以我哋對呢個經典啊或者佛像啊，我哋都要小心個保護嚇，因為我哋保護佛像，我哋係一個恭敬嘅心；我哋保護啲經典，我哋係亦都係恭敬佛陀説法，而呢啲係法寶啊，即係唔係一般嘅書籍咯。你唔好當好似雜誌咁啊。咁仲有我哋傳經或者誦經，我哋應該係。同埋呢個持經咧，有咩嘅規矩咧嚇？喺佛法咧，係要從呢個恭敬之中，我哋去所求到嘅。對於呢個法嘅尊重咧，就係開啟我哋嘅智慧嘅根本。咁誦經學法嘅目的咧，係為咗要開智慧、求解脱。故此，我哋應該對佛所講嘅法心存呢個恭敬，如法去供養。不可以輕率和這個輕慢、啊、那這些經書放置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需要輕輕地樣去拿輕輕地樣放我們要排列整齊有序不能夠好像跟世間的雜誌一樣混在一起即有些人呢可能家裡會有些佛教的書籍有其他世俗的書或者是一些雜誌那我們如果有地方許可，咁我哋就係專放咗佛經嘅地方，即係分類啦。我哋譬如一格格嘅，我哋應該尊重呢個法寶，擺上格啦嚇。咁其他嘅書籍擺下格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係即係敬重呢個法，好似敬佛一樣，因為法係佛所講嘅嚇。
咁嗱，如果我哋集體咁樣讀誦呢個經典咧，我哋咧就係跟隨住大家。咁如果係自己個人去誦嘅咧，咁就跟自己，譬如點樣去誦就點樣去誦嚇。咁我哋當我哋參加呢個法會或者參加呢個總晚課嘅時候，呢、這個經本咧一定係要用雙手去執住嘅。嗱，我哋咧揸住本經書咧，就譬如一本經書，我哋兩隻手喺上邊，三隻手指下邊，我哋係咁樣執持住，唔係好似一般人咁樣揸住隻手就放落去。咁呢個咧就係冇一個恭敬心，我哋就係咁樣捧住。呢個係我哋一個嘅禮儀啊嚇。咁仲有咧，就係話無論我哋幾時誦呢個佛經，千祈咧唔好咧將嗰啲經書捲埋鳩，或者咧因為有啲人咧好習慣性啊，我讀到呢頁咧啊，一陣間唔知去咗邊喎，咁咧就接咗個角啊，咁咧其實咧就會將嗰本書咧損壞咗。無論其他的書籍，其實我們都是要愛護，何況我們的佛經呢？那這件事呢，我們呢絕對去注意一下。那當我們請經書的時候呢，我們有些注意的事項呢，就是好像我剛才所說，我們拿本經書，我們就要這樣去執持著。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拿經書的。那我們持經的人或者持經的人，我們怎樣去問訊呢？一般我們問訊呢，我們會站在那裡這樣去問訊，但如果拿著本經書，我們怎樣問訊呢？我們呢就是這樣問訊，我們不用放下，我們就是舉高，這樣就是代表問訊。譬如現在你拿著經書，譬如那你就是譬如三問訊呢，就這樣就是一問訊，這樣呢就是第二問訊，咁樣就係第三問訊。但係如果我哋係唔係揸住經書嘅時候，我哋係九十度鞠躬嘅問訊。嗱，呢樣咧就有唔同嚇。咁我哋有啲人咧請到經書咧，佢就話我要平時要合掌，其實就唔使噶，你咁樣執持住就得啦。平時我哋冇揸經書，我哋就真係咁樣合掌。我哋合掌咧，我哋要個眼。觀鼻，眼垂下，觀住我哋呢個中指。嗱，千祈啊，呢個咧我後邊嗰 part 我會教大家。我哋合掌係咁嘅，有啲人合掌係咁嘅，有啲人合掌咧係咁嘅。其實咁樣唔啱嘅，我哋係雙手合十，咁隻手直。其實咧，你會發覺一個好大嘅幫助。當我哋合掌嘅時候咧，我哋係感覺到我哋嘅身體有一個定的定力的。嗱，你哋大家試下，當你合嗰陣時，嗱，你放前啲同放後啲有不同的感覺，你試下，你哋自己去感覺，係咪啊？你會覺得會個人好似靜啲同定啲，咁樣咧個人好似散啊，個心會散。所以其實佛教有啲儀規咧，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係幫助咗我哋修行啊。嗱，仲有咧。有啲人佢俾本經書你嗰陣時候，我哋就會我俾本經書你，咁你就會問訊。其實問訊唔係對嘅人，我哋係對嗰個法寶嘅敬重。咁咧嗰個對方咧就會俾本經書轉俾你，咁你咧就會再接。嗱，我哋俾如果我呢本經書我俾你，我哋係咁樣舉，你就問訊係接。當我要給你的時候，我要轉，因為本身這個向上的，那我們就轉過來給你，你就接，即是有一些小小的禮儀，這種就是佛法一個禮儀。今天呢夠鐘，我講到這裡為止，下個星期呢就繼續解釋給大家聽。我們現在做個回向先，坐下先，我們做回向先。願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